全部毁掉。足拉扯，救国王塔，变成滚一下过牌，炸弹炮直接推他，哎，还打了一下塔，漂亮的。这个就是我们解武僧的方式，有点他进塔之后我们再去解他，他开技能就能反弹我们的塔，倒不如提前把他给解掉，他没费了，大家都没费，但我有小骷髅，你有吗？别动手解他，滚不准备滚他的烟花小妹，下不下？别人挡一下，逼一下他的武僧，着急找逃生，不要让他进塔，不用直接砸，进国王塔的射程再砸，需要那一下控制效果，他的武僧也没反弹到我，国王塔会帮忙，他打不到我，变成主攻牌，架猪，炸弹炮直接下桥头，因为他炸弹炮会，迫击炮会下桥头，直接滚掉他，火球看看砸点什么东西，烟火小妹下不下？不下，还是能打到他，因为他现在可不好解我的猪，没有迫击炮。但是兵人被他推开了，我靠，我兵人本来要扛伤害的，你搞什么飞机啊，预判猪还想开技能、啊、直接把他给预判掉，走，头帽手在这里，哇，被他打回去了，这波不该浪，他有那个烟花，看能不能预判到，小骷髅挡一下，预判到了，砸，有一下，他要进来开技能的，直接把他挡外面，一路炮加个挤一下，下个小火枪手，有鬼步不怕，再下足，要下这里了，没技能，我要手一枪一个小猪猪，滚，领头者，小骷髅过牌，冰人在顶上，猪来，火球直接砸，斩杀，领头者先冰再滚步，请把五星好评打在弹幕上。